女人爱聊男人那话儿，脑洞尺度无极限。因为像我们女生朋友也会大家一起聊，一旦有女生的朋友开始讲说她男朋友的，譬如说她下体呀、怎么样怎么样，可能右边怎样比较有颗痣，然后有个痣或什么的，我就会说拜托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讲她男朋友的脸。我根本看不见，我只一直想着，对，左边像那个地方，我觉得很可怕。今晚九点，东森超市圣子丹频道，我就问你正常吗？